上去，叫做腰大肌的努力，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来，你看一下，好，那这个的做法是这样，所以你要找到这两个的中间，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手法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法。好，它的前缘是不是要连到我们的 disc？所以如果它很紧的时候，我 disc 是会产生很大的前缘很大的压力，会把它往哪里推 ？disc 会往哪里推？往后哦，对吧？是前缘很大的压力。我的模型，我的前缘很大的压力会把 disc 往哪里推？往后哦，对不对？往后是我们最危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往前推那边，所以它这地可能只会往后推，所以要很小心。那这个时候是这样子哦，好，来，先让你自觉一下，我们先只要摸到那个肌肉而已哦，你只要摸到那个肌肉，先不示范那个很痛的东西，先摸到那个肌肉，对不对？摸到肌肉，你看就这样子，一手压一手，这个是压下去，这个是 locating 的手。去找位置的手，这个是压下去的手，好吧，好吧，好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上午的？现在对吗？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呢？这样对不对？然后来，我不要动，我要看确定它是不是对不对？先靠你的想象力，要不然就要很痛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办？先让它。想象你的脚是一条鱼，先不要动，脚是一条鱼，然后呢，大腿是钓竿，钓鱼线就是小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先想象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哪里拿的钓竿？就是腰大肌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麻烦你动一动你的脚踝，因为一个东西顶到我的手脚，放掉，这就是腰大肌。OK， 你不要叫他干嘛？你不要叫他用力，见鬼，对不对？再想想看啊，这个是非常好玩的。想想看，他很厉害，他的想象力很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想象这是钓竿，这是钓鱼线，那是一条鱼，对不对？不要动这里，就让他动脚趾头就好，对不对 ？Ankle 动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找到这个地方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找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就要做一个动作。好，来，假设他今天腰很平 ，flat back， 就是他的 number is flexion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 flex number spine？ 但是腰大肌的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。对，我应该找到 L3， 应该往哪里？往边边还是内侧？外面。假设我是 hydrolysis， 我应该往哪里？内侧，对不对？所以压好以后很简单，我根本是轻轻的来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以前都会用的比较残暴，现在都比较轻。轻轻的动，我轻轻的楼三上去哦，上到哪里？其实我一直在拨开他的肠子哈，他大肠，他其实大肠没有挤到这边来，他还不错。有些人哦，他吃很多东西，他又宿便很多，你要去他的，你们摸到，你还感觉到，你基本上怪怪的感觉。你没有宿便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慢慢上了，上到哪里？上到我已经不能上 ，OK， 上到我已经不能上，所以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动作？啊，如果我觉得他是 flat back 的话，我应该会给他做往外，好，往外完了以后，我已经到最上面了，对不对？最上面对不对？先往外，再往上下动，
是什么 ？gliding 这样子的，来，先往外，再往这样动。那如果是内侧的，来，如果内侧的话，先往内，再做 gliding。那往内要很小心哦，往内很小心，往内非常靠近我们的肠道，尤其坐左边的时候。是没有那种按力波把它揉到盲肠破掉的，哦，但是还是不等解剖上的位置还是要小心一下，哦，好不好？临床上最多就是巧克力囊肿是最多的，巧克力囊肿是最多的，哦，巧克力囊肿的话，像女性她很多巧克力囊肿的问题的时候，就要特别小心，哦，揉到会很痛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揉到那个痛就是会持续，好，我们揉的时候其实是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但这种痛只能够持续，这种痛只能够持续。不要超过两分钟 ，OK？ 啊、哦，但是性的痛，我就跟你说，他明天看到你还可以说，我不要做昨天那一个，因为他很痛，对。可是你用它用的比较好用，但是我就是不要做昨天那一个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所以这两个让各位可以解释一下。那我们哦。今天呢，会打算用的方式哈，因为我们今天有照相机，会尽量帮各位，所以每教的东西大家都是要拍照 ，OK， 要拍照，啊、哦，要拍照就对了，就是这个动作你们姿势摆好了，我们就帮你拍照，好不好？当做你们的学习力，好不好、啊？然后如果你们要的话，自己来 download， 我把你就放到部落格上给大家看。好吧，也就是你们会啊，这都会你们会，我们就照相这样，好吧？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先让各位，我们只有十分钟 practice 的时间。那我先介绍一下，我们有工作，我还有助教哈，雅丽，还有我们有工作人员那个景慧跟雨龙哈，我们会带领大家帮各位照相，好不好？有问题可以问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我们那个拿摄影机啊，那个奇阳啊，哈，也可以帮大家，嗯、好不好？哦，但是，我希望各位能够尽量多照相 ，OK？ 好、哦，以后当作你们上完课一个回忆啊，哈、哦，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做对做不对，好不好？哦，你们可以要求你们要到什么角度都可以，好吧？啊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呢就到那个后面去 practice 这两个，只有十分钟的时间。